2022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经已圆满举行，恭喜冠军四号徐熙怡 Nicole Xu， 亚军三号沈阳 Yvonne Shan， 季军六号罗少少 Eddie Luo。 请留意收睇今晚九点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的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总决赛。